Konnichiwa， 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喺博多车站商业嘅中心区，而喺隔篱呢个商场嘅五楼咧，就有一间西日本最大规模嘅大索，佢占地大约有41,000尺。大家望一望个平面图，睇下几大，就知有好多嘢可以行啦。大家跟我一起嚟望下啦。嗱，呢间大索近大门口附近咧，就有真嘅植物同埋盆栽卖。连种得出嘅蔬果嘅种子咧，都有好多款式噃。而隔篱咧，仲有Daiso嘅高附线品牌 Vipi， 呢度咧会卖啲精致啲啦，300 yen 起跳嘅家用品、饰物等等。呢啲食物又真系几别致喎，等我都拣翻啲先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行大索啦，好多时都会有一啲小惊喜，发现一啲好人性化啦、生活方便嘅小工具同埋精品，真系唔可以唔佩服大索嘅团队梳醒嘅用心同埋智慧啊！呢度除咗有各式各样实用嘅生活用品，仲有大量 DIY 嘅手作俾你慢慢揀啊！你睇橡筋扁带嘅款式同埋种类都有咁多选择啊！中意整手作仔嘅朋友应该会买得好开心啦！工具同埋收纳嘅嘢，唔知大家又啱唔啱呢？我觉得种类比香港Daiso多好多，尺寸大细、颜色款式都应有尽有。我谂应该可以揾到你嘅心水啦啩。咦，我见到日本车牌 P 牌仔初心者个牌、哦，隔篱嗰个咪老手牌，第一次见，应该系俾啲长者开车嘅时候用嘅。嗱，呢边咧仲有啲宠物用品，位置都唔细、哦，四楼半个造型，大家又觉得点呢？精品文具对于呢个文具控嘅我嚟讲咧，每次都会喺度磨好耐嘅。呢边咧仲有好多玩具车仔，第一次见到呢间Daiso有咁齐嘅火车路轨，有啲仲标榜同小朋友一齐冲凉时候玩嘅玩具 ，enjoy 翻个亲子时间。呢度仲有偶像应援物，可以自己动手搞搞佢啊！我谂香港同日本嘅Daiso最大嘅分别咧，就系日本嘅Daiso咧有呢一个灾难时必需品嘅部分啦。简单嘅灾害用品，例如水啊、饭啊、长期保存嘅干粮，都可以喺度一次过揾到晒。日本人普遍都有防災意識。嗱，呢個咧非常用袋啊，我都買咗一個啊。呢度咧仲有超和風嘅果子店，
喜欢超和风怀旧感觉零食的朋友仔应该会很喜欢了。咦，就连露营的用品都有，新手的朋友可以平平地执晒基本需要的装备啊。今年呢，适逢是 Daiso 50周年，这间铺在2020年重新装修，有很多新的产品都会在这里提前预售，旅途的时候有什么忘记了带都可以平平地补充住先，下次来博多站的时候好建议大家来这里寻宝啊。行到攰，我哋上楼上揾啲嘢食，依下肚先。见到1000 yen 有咁大份吉列定食，咁肚饿，啱晒啦，就嚟呢度食啦。我哋咧嗌咗一份吉列鸡扒定食。份鸡扒真系大过我只手啊！你睇下，炸到金黄色，薄薄脆。嗱，我绝对系一个酱怪，沙律酱要加多啲，再多啲啊！另外呢，我哋就嗌多咗一份增量版嘅炸鸡定食，炸鸡外脆内嫩，食饱饱，揾一间71一齐去印年贺状啦！日本1月1日新年，传统上大家都会向家人朋友邮寄新年嘅祝福年贺状，多谢过去一年大家嘅关照。我哋咧都整咗张限量版嘅港女年贺状，自肥一下。等我哋印佢出嚟睇下效果点先。呢度我多谢大家一直嘅支持。我在这里预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健康幸福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，未 subscribe 的朋友记得 subscribe， 可以按旁边的钟仔，那大家就不会 miss 我们每一条新片的内容了。多谢大家收看今集的内容，再见。噔噔，出现了。